瑞典肉丸是什么肉啊？哇，还有瑞典国旗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哎呀，太可爱了！那什么？那什么？啊，什么东西？好可爱哟、哦！这个肉丸毛毛哎，天哪！这上面那个肉丸上面顶一颗的呢，好笑。这什么？好多毛毛哦，肉丸毛毛啊，超 Q 的啦、啊！传闻那些在 IKEA 迷路走不出去的人都被做成畅销瑞典肉丸了。这是随手抛的浴帽，拿来戴头盔用的，好可爱。璇璇来拍照了哟。还有叉子插肉丸款哦，这个摄食镜头就给璇璇来担当了。瑞典肉丸是什么肉？玩这个梗。先是璇璇带着我们一起来看这些肉丸哦。肉丸的世界，瑞典肉丸500克199元新台币哦。它的墙上、桌上、地上全部都是这种污渍哦，这种酱料哦 ，so cute。奶酱哦，所以这个是奶油酱，然后月菊酱，可以拿着刚刚的那个万圣节冰淇淋纸杯哦，当飞船飞上去摸肉丸，我们刚刚这样拍照多可爱啊 ，so cute。哇，好多肉丸可以拍，都是肉丸，全部都是肉丸，啊，都是肉丸梗啊！哇，就是这道光啊！啊，外星人，绿色的，他追我。这新品上市哦，对啊，那一颗299新台币，哇，好多太空人啊，哇，还有
有纸偶哎、欸，哇，可爱到不行啊！哇，一个新台币59元哦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还有鲨鱼！哇 ，colorful 的 Earth， 彩色地球，萱萱好开心哦！哇，哦 ，so cute！ 哇，这个小的好可爱，好喜欢呢、哦。哈、啊，也要一次买5件的。当然了，都一组的。可是我喜欢只选这只小。在一起就好快乐了啦，开心。这只章鱼是390元新台币哦。嗯。珊珊说：“敏敏是一只章鱼哦。”啊 ！Oh my god！ 被做成肉丸了。他很会玩梗哦。